今天呢是96年5月15日，我们来到了绿世界林口国小1年级。我希望呢，借由这次的活动呢，能够让大家留下一个永恒的美好的回忆。希望大家能够记得我们曾经在一起这么一段难得的回忆。好，现在我们请碧萱开始说。说你来这个绿世界，你有什么好玩的？那你觉得什么最好玩？我觉得可以参观鸟，还有蝴蝶，还有很多东西。我喜欢这个地方，叫做蒲一亭，这边很好玩，很美丽，有鸟和蝴蝶，都很可爱。我叫做赵天宇，这里一大片草原，我很喜欢这里。希望以后有机会再来。希望以后有机会再来。我是叶一奇，我第一次来到绿世界，我觉得很开心。刚开始我觉得在这里很无聊，可是到最后就觉得很开心，那个我就觉得这里很好玩。我的名字叫做张乔婷，我喜欢这个地方，这里有很多昆虫，我希望下次再来。我是黄允琪。这里好不好玩？这里很好玩，我很喜欢这里。他今天怎么那么害羞？我才不知道哎，因为他是我们班的说故事比赛的代表哎，希望他下次能活泼一点，加油！我是安妮，我这里有一大片草原，这里很希望下次有机会可以再来。大声一点。我的名字叫做洪慧龙。对，我第一次来到绿世界，我最喜欢的是可以去看蝴蝶。嗯，很棒。我的名字叫林子瑜，我最喜欢的是跟朋友一起玩。我是蔡小强，我最喜欢来看蝴蝶。没事，你讲你的。我最喜欢的。我是蔡小强，我今天来到了绿世界，我觉得很好玩。在这特别的日子里，我来到特别的地方，跟特别的人。都是你自己在说。好，都是我说。来了，好，开始，你自己说。我是应晴，今天是我的生日。我的名字叫做应晴。大声。我的姓名叫做沈应晴。我今天校外教学很开心，看到很多东西。好，我是黄玉晴。他是玉琪，今天很高兴来到这边和大家一起玩，希望大家有机会还可以来高兴的在一起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我的名字叫做韩静茹，看这边，看镜头。很高兴今天能够出来和大家一起玩。我是10年10班1号，姓名，我的名字叫沈佑颖，我是。今天来这边有很好玩的。哎呦，我会。我是维基，这里很漂亮，有很多动物。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徐敏浩，这是我第一次来到绿世界，我觉得这里很漂亮，而且还有很多的鸟类，还有蝴蝶。好，谢谢大家。谢谢大家。我是张友安，我喜欢绿世界，希望以后能再跟家人一起来。我是凯博，这里的风景很美，希望我下次还可以再来这里玩。陈世元，排好队。我的名字叫做黄燕芝。我是今天才来到绿世界，我觉得绿世界很好玩。我是林口国小的陈世元。那小包的，我看。喜不喜欢来这里玩？喜欢。OK， 下次要不要再来？要。要不要谢谢老师？要。要。叫黄燕杰，我要谢谢甘老师和爸爸妈妈让我来这边玩。摄影师哥哥。我是哥哥。摄影师的哥哥。摄影师哥哥。我的名字叫冯怀正，
我今天来到绿世界，这里有很多昆虫和植物。谢谢大家。我是林口国小的林轩，一年十班十一号。我最喜欢来什么？来绿世界玩。来绿世界玩。我最喜欢的动物就是大嘴鸟。他刚刚有没有看到那个鹦鹉在表演？有。有没有很可爱？有。好 ，OK。我是林口国小的同学，我是一年级班的二啊，我叫做朱德芳。今天非常开心，高兴来这边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今天就来来一下这些所在，就来这边踏青又宽阔的草原，非常美丽。所以有空还是会再来一次，而且我们还认识郑汉哥哥，还有我们的甘老师、甘阿霞老师，大家 enjoy 今天的天气，跟大家一起的气氛非常好。OK， 立波杠，我是朱太峰，谢谢大家。OK， 我叫林，我是一年十班林伯成，很高兴来到绿世界。希望我下次还可以来。大家你好，我是林口国小的林丽杰。今天户外教学来，我非常开心，因为有很大的草原，还有很多的动物。好想再下次再来一次。好了，这一年十班黄启庭。这个地方怎么样？我很喜欢这个绿世界，有很多动物。希望下次可以再来。Good.